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刘亮程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他写作的心得和他的人生的智慧。然后呢，首先我想跟大家一块儿对刘老师表示祝贺，祝贺他刚刚得到了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大奖的第一名。谢谢。就是著名的作家李瑞对刘亮程老师呢，他的作品啊，他是非常赞许。他写过一段文字呢，就是我觉得写得非常贴切。他是这样说的。真是很少读到这么朴素、沉静而又博大、丰富的文字了。我真是很惊讶，作者是怎么在黄沙滚滚的旷野里，同时获得对生命和语言如此深刻的体验。在这片垃圾遍地、精神腐败、互相复制的沙漠上，读到农民刘亮程的这组散文，真是有来到绿洲的喜悦和安慰。自从刘老师从1998年推出了他的那个一个人的村庄以后呢，已经有十几年，将近20年了。刘老师的书呢，也已经在读者里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赢得无数读者的喜爱。然后尤其是刘老师从那个一个遥远的一个沙漠边缘的小村庄啊，后来到一个乡村一个县城的农机站当管理员，他是怎么样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单调的然后精神生活匮乏的一个领域里一个这种状态里面实现了自己这种在文学上的梦想啊，然后能够把自己的精神从这种困顿的生活环境中拔出来，然后抵达自己的文学梦想的，这是一个我特别好奇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大家特别有意义的，所有文学爱好者和读者都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想听刘老师讲一讲，他对家乡的理解，他对文学的理解。非常荣幸能在如此宏大奢华的湖北图书馆借助长江讲坛这个平台跟大家交流。我来自新疆一个这个离海洋最远干旱遥远的地区，新疆少雨多风，什么东西都长得慢，人长得也慢，人们的生活也慢，那是一个遥远而缓慢的地方。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是从家乡到文学。其实作家写作跟同平常人生活一样，是需要有一个家乡的。我们发现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把他最主要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把他写作高峰期的鼎力之作献给自己的家乡，把自己的笔触伸向自己的家乡。那么家乡对一个作家来说，他跟平常人一样，他需要有这样一块地方的。当我们出来人世的时候，家乡已经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家乡给我们的是第一口空气，第一缕阳光，我们听到的是家乡的第一声鸟叫和鸡鸣狗吠，听到的是母亲和父亲第一句人声，所有这一切一切构成了一个人对世界的最初的认识。这种认识以后不会有任何地方再重新给你，所以当我们降生在家乡的那一刻，家乡已经把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了，只是你不知道，你以为自己以后去上学去游历天下，在外面获得了许多许多的东西，但是你从来都不知道所有这些东西家乡早都给你了。一个人也好，一个作家也好，我们在外求学游历天下，他最终的目的
是回过头来看一下家乡，看看在你降生之初，在你家乡成长的那些岁月中，你的家乡抵过你什么。假如一个人走遍天下，走向天涯，没有机会或者不屑于或者是忽视了朝家乡回望这一眼，那么这一生是白过的。你不知道家乡那个原点发生过什么。我们一般都认为童年是被我们遗忘的，这种遗忘多好呀，它让你在一岁到八岁之端的这段生活完全在成年之后被你忘掉，然后你经历到中年之后再慢慢的回过头来去认领自己的家乡，认领自己的童年，认领那个在你年幼的时候年轻精力旺盛，在你中年的时候老迈浑身疾病的父母，认你那个陪伴过你的牙齿掉光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世的亲人。家乡对于我们的所有意义就是我们还可以回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回去，通过文学的方式，通过怀旧的方式，通过一切艺术的方式去回去。我认为人类所有的艺术都是幼稚艺术，是朝家乡回望的艺术。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动机，所有的艺术有何意义？我考量我自己的文学，我觉得文学写作之所以对于我来说有意义，是因为它给了我一次回到童年回望家乡的机会。一般人可能也回忆往事回味家乡，但是他可能不像作家这样通过写作获得一次完整的回味自己的人生，完整的炒后走的这样一次机会。我的童年是在新疆沙湾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面度过的，八岁失去了父亲，在文革期间母亲带着我们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日，这样的生活对于一般的作家来说是不堪回首去写的，也可能去写会写成一部诉苦小说或者诉苦散文，但是我面对这样的家乡和这样的童年写了一个人的村庄。读过一个人村庄的读者会有感觉，在一个人的村庄中没有苦难，没有悲的东西，当然有忧伤，有缓慢的村庄时光，有一个一个刮风的夜晚，有月亮。也就是说，通过对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我反身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发现了我生活的时候没有发现的那些东西。生活太匆忙了，一个人经受那样不幸的童年，可能会留下许多坏记忆，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活。但是当我返身回去的时候，我发现了那个村庄的月光，发现了一场一场的风中在村庄游荡的那个早年的自己，发现了那个村庄周围的草木、河流、四季变化的气候，发现了许许多多远远大于自己一个家庭悲剧的自然的力量、生活的力量，还有那些村庄中安安静静的生活，贫穷的挨过一年又一年，依然面带笑容，依然朝另一年去奔的那些乡民们，这些东西多么巨大呀！我回过头去的时候，认领了这些东西，去写了这些东西，写了一个人的忧伤，一个人的孤独，一村庄人安安静静的生活。通过对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我发现我成功的修改了自己的童年。
这就是我获得的一次重返人间的机会。当我重新回去写那个村庄的时候，发现生活不一样了。我想，每个平常的人，当他炒后回忆的时候，他都发现生活不是以前你所经历的那样了，而是你重新回去，回过头去看到的那个生活。我们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我们会不断的回头看，看自己的昨天，看自己的祖先，看自己祖先的祖先。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个对人世的第二次感觉。对人世的第二次感觉才叫文学。第一次感觉是新闻。当我们回头对人世有第二次感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放慢了，我们的眼光仔细了，我们的心灵敞开了，身体关闭了。这就是文学。文学为什么能温暖大家，是因为在文学中，作家会呈现一个不变的叫家乡的东西。那些曾经温暖过作家的生活，也一样会温暖大家。那条能够把作家带上回忆之路、抵达家乡的途径，也一样和读者的心灵可以发生沟通。这就是家乡。家乡给了我们很多你改变不了的东西。你看世界的眼光，你走路的架势，你身体上的小动作，你的一个小微笑，看人看世界的这种视觉，其实都是家乡给你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从血养得来的。你小时候眯住眼睛看家乡的某一个事物的时候，你长大你会眯住眼睛看整个世界。你家乡给你的一种走路的姿势，你可能一辈子都变不了，你自己不知觉，你以为你学会了另外一种走路方式。你回到家乡去，老人跟你说这孩子走路还是这样，一点都没变，他从后面看你。我们是面对世界是正面，只有你家乡的人从后面看过你，他认识你的脊背，认识你的背影，世界认识你的都是你的面孔。所有家乡给我们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回过头来去重新发现，重新认领，把它当成自己的生命财富，再一次挖掘，再一次回味。当我们有了一个家乡，又获得了一次无数次对家乡的回味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有了第二次，我们的生命的厚度增加了，我们有一个天下，关键还在于我们有一个家乡。许多人不太在乎家乡的知识，我发现好多人打开电视首先看国际新闻，然后看中央电视台，很少看家乡新闻。我一回到我的小县里，首先打开电视看家乡新闻。家乡发生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可以不懂得天下，你对天下一无所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要对家乡全知。你可以不懂得世界历史，你必然要懂得家乡历史。你要懂得家乡的气候，家乡的风从哪刮来，家乡一年多少场雨，家乡的什么季节会有什么样的气候，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个人需要掌握的，这才是有用的。我们甚至住在地球上可以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你需要知道你家乡的风从哪来，这是最最最起码的。那么对一个作家来说，回家是他的一个精神归程。许多作家只有回到家以后才能找到自己。回到家你就知道你是谁了。
这平常人一样，在外生活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公民，只是一个社会身份，回到家以后，坐在家乡的亲人中间，你就知道谁是你的父亲母亲，谁是你的爷爷奶奶，谁是你的孙子重孙子。这样一个位置一找到以后，你突然就感觉到你坐在中间了，上有老下有小，你居中而坐，感到多么好呀！整个家族的生命从你的祖先的上游源源流淌到你这，又通过你流向下游，这样一个祖宗万代的感觉，才是人的感觉，才是家乡能给你的感觉。还有就是家乡还有祖坟，我前年回了一趟我的甘肃老家，带我母亲一块去的。十年前我也是带母亲去甘肃老家，我们老家还有叔叔，到老家以后叔叔先把我们带到祖坟去烧纸。我叔叔指着我们家祖坟说，亮成，前面那个是你太爷的，后面跟着是你爷爷的，在后面这个本来是你父亲的，你父亲在新疆死了，这个位置就空下了，让一个侄子顶了你爷爷的脚后跟。然后我那个叔叔停动了一下，就指着我们后面这块空地说，这后面的空地就是留给你们的。这句话一说，一个人就全明白了，你还能到哪去啊？前面是你爷爷太爷，跟着是你父亲，再后面就是你，那块空地就是你。你既感到生命如此绝望，如此到了尽头，又感到生命是如此温暖有归属。你有地方，你跑来跑去，奔来奔去，家乡才不管你外面干了什么，他就给你留一块地，你迟早会回来吗？他不着急。然后我那个叔叔又给我说，亮成啊，你要常来，我年龄大了，这个以后你来了，我不在家里就在坟里。说的多好呀，说的我想泪流满面都流不出来，不在家里就在坟里。幸好十年前我又去的时候，我叔叔还在家里，他又带到我们去上坟，又一个奶奶不在了，坟里面又多了一个先人。这就是家乡，家乡能给你这么多东西。我们中国人讲有一句叫讲的乡土，我们把所有的乡村文化归结为两个字，乡土。这是一个多大的概念，乡土是什么？乡土是我们农耕民族的宗教。乡是一个空间概念，代表四方乡里，也可以代表天下。土是一个时间概念，代表生前死后，生于土上，安于土下。在我们传统农耕民族的意识中，一人有两世，土上一世，土下万万世。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人不亲土亲，这是对乡土文化最好的一种注解啊。大地辽阔，黄土厚重，一个民族一个家族可以在土上面生生不息，恩恩爱爱，也可以在土上面改朝换代，仇杀恩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关系。过一百年，土地翻覆一次，重新洗牌，
大地在不断的刷新，一百年一百年的刷新，通过这种刷新，让大地上的情爱恩仇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我们生存的农耕大地，只有农耕大地有这样的胸怀，可以让人生生不息，也可以让人永世不灭。他知道土可以生人，可以生草木，一切可以重来。我们这样一种轮回关系，被我们的乡民总结成了人不清土清。没有关系，咱们都是一个氏族，都是一个地方的人。我们在世的时候可以为仇，但是你回到土下，你回到了你千千万万个祖宗安睡的土下，你又变成一家人。啊，你随便抓起一把黄土，一把黄土中就有我们共同的祖先。你说不亲吗？他又亲了。所以乡村生活或者家乡生活，对一个人来说，他给你的最早的是一种慢生活。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慢的，每个人的家乡生活也都是慢的。我理解的咱们的乡村文化或者乡土文化，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一个字，慢。慢文化，我们现在把慢生活当作一种时尚了。我们的古人早在多少千年以前就已经在过着这样一种缓慢悠长的乡土生活。乡村生活没办法快，因为陪伴我们的许多东西，所有东西都是慢的。种子播下去，你在等待种子发芽，等待一片叶子从土中长出来，然后你在等待作物成长，等待作物成熟。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人的心态自然而然就慢了。你不能快，你快了有什么用呢？庄稼不会快长，草木不会快长，你们家养的猪也不会快长。你只有慢慢去等待。所以我理解的乡村文化或者乡村文明，它就是在这样一种缓慢悠长的等待作物成熟的过程中熬出来的一种味道，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我们对待世界的道德标准。这就是乡村文化。那么我们中华农耕文明，它也是在一代又一代，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的等待麦子和水稻黄熟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成熟起来的一种文明。我们的文明是在等待作物成熟的过程中，人安安静静地停下来想出来的一种文明。其他文明跟我们的区别不一样，他们是在另外的时间段里面成熟起来的文明，跟稻米没有关系，我们跟稻米有关系，这叫我们的农耕文明。我们的一年被分成24个节气，每个节气都是节日，啊，从立春到大寒，我们把所有的农耕节气过成了节日，而且我们还有怀乡，我们有乡愁。您是这个研究西方哲学的，乡愁在西方被确认成一种病。一种离开家乡感到身体和心灵不适应的这样一种病。而我们的祖先把它做成了诗。翻看中国文学，从先秦唐宋诗词到明清，哪一篇呢没有乡愁呀？我们把这样一个被西方人确诊为病的乡愁一首一首的写成了诗，一篇一篇的做成了文章，做成了我们中华古代文学的主题精神。假如没有乡愁，我们的文学不会存在。许多文学名篇没有主题内容，
这是我们对待乡村乡土的一种态度。那您说就是我们对待自己家乡的这种感情，发现它的那个你的家乡的这种美诗意，是不是都一定要让你远离家乡以后，离开了这个环境以后再回来才能发现呢？是的，乡愁可能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远离家乡以后回望家乡的时候，对家乡的一种怀念和纠结。那么同在家乡的人仍然有乡愁呀，那村里面的老人一样有乡愁，一辈子没离开村庄，他仍然有乡愁。他的那个远是时间之远，他愁的是消失的童年，被时间推向远方的那个乡村。乡村一是在地理上漂泊，第二在时间中流浪。人的承受，地理和时间双重乡愁。另外在乡村，在你的家乡，我觉得家乡对一个人的重要，是因为他在家，一个人只有在家乡才能获得一种完整的生活。我们出外打工生活，长大以后基本上过的都是片段生活，我们不会像在家乡那样完整的经历一种生活。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村里，父亲就会在房前屋后摘树，种树干什么？种给儿子用。儿子一岁的时候，父亲会种下树，希望这棵树在儿子成人以后分家盖房子时候用。那么儿子就和这棵树一块成长，人在等待树，树也在等待人。在我们北方，一棵树要长成做大娘得20年时间，这个时间树木成材，人也儿子也成人，一个人跟一棵树一块长大了，然后父亲会把这棵树伐了，给儿子盖房子，娶妻荫子，传宗接代。那么儿子会在这个房子住下来，等到儿子老的时候，这棵树也该朽了。朝上一看，陪伴自己长大的一棵树也陪伴自己朽了，这样是一棵树和一个人完整的生命过程。那这种过程只有在乡下才能领受啊。对，所以我就觉得您对那个乡村中生活的这种感受啊，它有一种就是首先是跳出来的，其次呢就是有一种哲学家式的那种感受哈、啊、您是从时间从历史隔着距离来看这个乡村生活的。就像您说的哈，乡村生活它是一个完整的，是连续的生活，你能看在那里，你能看到这个生活的延续性，包括看到自己将来的这种归宿。但是呢，根据我的了解，您的生活也是在不断的一个进程的过程，是这个进程的过程，使您更加发现了家乡的这种乡村生活的这种特点吗？应该是这样的。我要一直不离开村庄，我就成村里面那个老农民了，但是见识肯定也不会比现在差。我认为一个人假如他去想事情的话，坐到哪都可以想，坐在城市的沙发上跟坐在这个乡村靠着土墙根晒着太阳也一样会把这个世界想清楚的。那您就觉得这种向外的这种逃离或者是求学进步，是对你最终的见识，对你对这个世界和事物的理解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应该有影响。嗯，一个人可能需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回过头来看自己生活的地方，这种看跟你在家乡站在村口往村里看是不一样的，它的焦距拉长了。人需要这样一种眼光。我们在村里面的时候获得的一种是朝外看的眼光，
你在村外的时候，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你终于获得了一个草根看的眼光，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嗯，就是包括地域和时间的双重回看啊。就还有啊，我就觉得您当您写《黄沙梁》的时候啊，你首先《一个人的村庄》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关于黄沙梁的哈，然后我们就觉得，您所记述的这个生活，它是像不像是一个对真实生活的记忆，就好像是一种虚构的生活一样，因为它那个特别平凡，细节非常丰富啊，然后但是同时呢，它有一种特别深远的一种含义。你看，就是最小的东西，比方说那个刘老师他会写一只虫子，他会写一阵风，会写一堵墙。啊，会写一声驴叫，然后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您不会觉得他写的是一个小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他们都是似乎当他把眼光投向去的时候，这个小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就觉得在刘老师这里吧，他就是小是写作对象的小和这个世界的大，它是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不是所以别人就称您是乡村哲学家，这是您的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首先这个我认为乡村哲学遍布乡村，咱们的传统哲学、老庄哲学都来自乡村。嗯。我看老子、看庄子的时候，就仿佛遇见了一个我小时候坐在墙根聊天的老头一样。坐在那晒着太阳，吹着风，听着鸟叫，看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大地青的黄，黄的绿，然后就把天地间所有事情都想清楚了，然后再用最细小的故事，最细枝末节的那些事物，把天下最深奥的道理呈现给大家。老庄都是这样，而这种哲学来自民间，在民间它又隐性传承，回到家乡去跟你家乡那个老头去聊聊天，不要嫌他啰嗦，聊上半天天，你肯定那种感觉跟读一遍庄子一样。只是我们许多人回到家乡都嫌家乡那个老人太啰嗦，不愿意蹲下来听他说废话。一个人开始说废话的时候多好呀，他把天下功利全放下了，他不说正事了，不说正事的时候文学写作才开始了。文学言正事吗？文学不言正事，文学不窄道，但他窄的是一个更大道，放下功利，放下目标，然后漫无边际的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这叫大文学。是，刘老师还有一个让我觉得那个跟我们中国文学传统有一点不谋而合的观点哈、他认为文学就是一个梦学，就是他从梦中学会了怎么样来写作，包括那些写作的方法，同时他认为写作本身就像一场梦一样。这个观点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听来，现在基本上没有人这么说了，但是刘老师说起来呢，我又觉得好像跟我们《红楼梦》的那个含义好像有点暗合。那个您能不能讲一讲为什么您认为文学就是梦学的？我们一般认为作家是学校培养不出来的，我们的中文系没有培养出作家，我们的语文教育也没有培养出作家。那么作家是怎么来的？因为你正规的教育没有培养出成功的作家，那么肯定有另外一种教育培养作家。这种教育是什么？第一，家乡教育；第二，梦教育。这是我提出来一个观点，家乡给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最初感受，
文学写作的最终目的，他是想表达出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新鲜的感受。在哲学家眼中，这个世界已经陈旧无比了，每天的太阳都是旧的，月亮是旧的，星星是旧的，刮来刮去的风熟视无睹。但是在文学家的眼中，这个世界新鲜无比。为什么？这种新鲜并不是他经历生活中发现的，他回过头来看生活的时候，生活就仿佛未曾经历。那么多的细节被你遗漏了，那么多的微妙的感受被你忽视了，那么完整的生活你从来都没有记忆下来。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人村庄仿佛是虚构的，不是，那是我回过头来看我的童年，看我的家乡的时候获得的第二次经验。你早年的一个梦可能启发了你后半生的所有事业。那么我提出一个理念，我说文学是梦学。为什么一个作家在莫名其妙中就写出了那么多的好东西？肯定是梦教育了他。一个人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做梦，在梦中已经说话。你是生过孩子的，你的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晚上做梦的时候就在胡言乱语。你不知道他在说的是一种什么语言。那么作家肯定就是在从童年开始，甚至从母腹开始，经过一场一场的梦的教育。只不过一般人把梦做完就完了，不当回事了，作家把梦当成了一种学习，把梦语言翻译成文学文字呈现给大家，把梦中的情景通过文字呈现给大家。梦是一个开始，就像人生中的一粒种子一样，在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黑夜中，作家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梦学会了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就叫文学方式。我们仔细回忆一下我们做梦的方式，所有的文学表达方式、修辞方式都在梦中完整的有呈现。梦的跳跃性、梦的暗示、梦的魔幻都有。还有就是梦呓，我们叫西北人把梦呓叫说胡话。一个人突然间半夜一张嘴开始说话了，横空冒出一句话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不知道他前面发生了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后面又发生什么，他突然说出一句话来让你惊出，你感觉遇到鬼了一样。这就是文学语言，梦语言是最好的文学语言。我们从沉寂的生活中突然冒出一句话来，这句话把我们惊醒了，把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呈现出来了，把那些沉寂在生活的黑暗中从来没有被照亮的那些东西，像一道闪电一样给我们擦亮了。这就是梦。我写过完整的一篇论述文章，叫文学是一门做梦的学问，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去收去阅读。您认为文学是梦学，但是反过来说，把梦记述下来可不一定就是文学吧？当然不是。我们记下来一场梦，所以怎么样能从梦，来把一个梦表达成，把它完善，把它饱满成一个文学作品的有意义的梦？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童年通过童年，通过家乡，可能还会获得这个我认为两种比较重要的东西，梦，第二就是
童年的鬼教育。鬼教育。嗯。鬼。就是鬼故事。我想大家在座的都是见过鬼的人，只要有童年的人都是见过鬼的人。我们小时候，大人说一个孩子8岁之前能看见鬼，或者5岁之前能看见鬼，这我是相信的。你童年在家乡生活，大人会给你讲很多鬼故事，然后你在生活中，你也会偶尔的碰到那种似乎是鬼的东西。嗯。夜晚行走的时候，突然而起的动静，前面不知名的黑影，以及不知道从哪来的脚步声，都让人有鬼的联想。鬼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正因为我们有童年的鬼教育，我们才不会简单的认为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我们眼睛所见，触手可及，然后通过自己的嗅觉可闻的这样一种生活。不是的，鬼告诉我们，生活不是眼睛看见的这些东西，还有眼睛看不见的那些东西，还有在那些我们的平常知识没有概括的、平常的道德没有呈现的那些东西。鬼让我们在意这个世界，它让我们有敬畏感。鬼是用来吓人的，它是用来警示我们的，它也是用来告诉我们世界不是平面的，世界还存在的阴影部分叫鬼。那些我们在平常生活中感觉不到，我们认为可以忽略的东西，可以忽视的事物，他们都叫鬼。他们未曾显形，未曾被我们发现，但是他们确实存在。那对一个作家来说，鬼教育就非常有意义了。鬼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神秘的。作家在童年获得的一个最大的感觉神秘感，我觉得可以影响一个作家一生。许多作家写了无数的作品，只写了一个没有鬼的世界，人世，写得明明白白，写得如此有哲学意味，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世界的阴影部分呈现出来，他没有接受过鬼教育，他没有把这个世界的神秘感告诉我。童年的鬼教育，它启示我们这个世界首先是神秘的，而不是知识化的一个世界，不是一个显见的我明白了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你即使活到100岁，你仍然觉得这个世界是看不透的，这个世界是我不知道的。那您是认为和我们眼睛所见感官世界所在的这个世界之外平行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不确定这个世界是否存在，但是我要敬畏这个世界，我要敬畏看不见的这个世界，面对这个可视的世界，去敬畏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所以我觉得您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比方说您写乡村哈，从来不会去写，就是说啊，这里面的这样的利益的争斗啊，那个，您写的是乡村的永恒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写的是乡村功利的那一部分哈。我觉得我的所有的作品都在写这个世界的不变。不变。我觉得这也是文学所应该关注的。这个世界的变是新闻关注。新闻每天都在关注这个世界的变化。无变化没有新闻。你比如今天早晨某某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个车祸，首先到场的应该是交警，交警会把这个事件写一个公文，几辆车相撞，伤亡几人，
这个叫公文表述，这个表述就完了。紧接着到达的是记者，记者会发一条消息，内容也差不多，时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死伤几人，就完了。对于一个社会表述来说，这个事件到此为止了。但是文学的表达还没开始，当所有的这些事件结束以后，文学表达才有可能去介入。文学是最后的发言者，他不关心数字，他关心的是这个交通事故给人造成的痛苦，他关心的是人的悲伤，关心的是这个家庭因为这个事件而产生的命运的改变。说到底，文学关心的是人的情感，新闻和公文都不关心文学的情感，这都不关心人的情感，只有文学去关心。文学在我们所有的表达完了之后开始表达，那么文学也是在所有的人事变迁之后，他去关注那一点不变的东西。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天翻地覆的变化，发生了一个个被新闻炒作成重大或不重大事件的这样一些东西，但是世界变来变去之后，人心中那些东西改变了。文学考证人心之变，人心不古，这是古人对人事的一个基本判断。那么所有的文学都在考证人心之变，这数千年来中外的文学，那些优秀的文学考证出了哪些人心之变呢？或者说通过这一系列的古今中外的文学表述，到底人心变了没有？文学在一千年一千年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在呈现人心之变，但是最后它又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事件，一场又一场的心灵震撼来告诉你人心没有变。我们读《诗经》会发现人类的爱和对自然的欣赏没有变，读《荷马史诗》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情爱恩仇没有变，读所有的故事，读《楚河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们发现那个天上的太阳啊，农民手中的锄头，大地上的禾苗啊，以及我们对粮食的那种真爱都没有变。文学一直在关注人心变之变，但是他一直又在隐隐地担心人心之变。如果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改变人心，那么我们活到现在早都不是人了。世界千变万化，人的内心中有一个轴心，这个轴心就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塑造给我们的那个轴心，我们称之为心灵，它没有变。人可以走入歧途，可以发生战争，可以有日本侵华，可以有二战，但是这一场一场的战争，一场一场的灾难之后，人靠什么去还原到自己，把那个善良的正义的人回归到这个世界，把那样一个公平的和平的秩序建立给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们内心中含有那一点不变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灵魂和精神。文学呈现的就是这一点点东西。那么我的文学关注的，我认为也是生活中不变的东西，考证变，然后去关注和书写不变，这是我的文学精神。
所以我觉得，说您是乡村的散文家呀、啊，乡村哲学，我觉得都特别不准确，因为我觉得您写的不是，就是您写一个村子的时候，您写的是人类在这个村子里生活的一种境况哈、啊，而不是说是写的是农民。啊，写的是一个被河厨在田野上游荡的一个刘二，是吧？我写的这个乡村人物，他是一个乡村闲人，跟农事也没有关系。读过一个人村庄的朋友会知道，一个人村庄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叫刘二的一个闲人，一年四季不务农事，扛一把锨在村里村外瞎转，看哪不顺眼了就挖两锨。看到什么就喊一声。他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早晨早早的起来去迎接太阳。这个闲人他干了一件大事情，迎接太阳出生。他认为这个，一天来最大的事情应该是太阳出生呀。太阳出生这么大的事都没有人关心。所以他独自一人站在村东头，用自己的方式迎接日出，一个人欢迎太阳出来，欢迎整个世界被照亮，这多大的事啊！然后每天黄昏，他一个人站在村西头，面向落日，目送日太阳下山。他认为此时此刻天地间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太阳落山了，天黑了。难道有这比这更大的事情？是吧？天都黑了，这么大的事情没人关心。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去关心他。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个农民做的，是一个把所有的有功利的关于春种秋收的这种功利的事情放下，然后去操天地之心。这是天地大心。这是诗人吧？这是。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想请教您哈。比方说现在这个农村变化很大啊，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来自农村的那个朋友都有这种感受，我们家乡被城镇化了，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当我们想要再回望家乡的时候，家乡已经不美了，不像您的那个黄沙梁它可能还在哈、啊、好多人的家乡都不在了。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但是我们的乡愁还在，是吧？那我们要写的时候，我们就变成纯然的回忆了，就是或者说我们面对一个丑陋的家乡，比方我是农村来的，我面对我一个丑陋的家乡，我一个不存在的被满目苍夷的家乡，我怎么样能够用文学来表达它，表达它呢？我看您的笔下的家乡哈、啊，就是没有这避过的这样一种的丑，避过的这样一种动荡带来的。我不同意你用丑陋一词来形容家乡。这个子不嫌母丑，都没了，有的都城镇盖成那个污染了，你说怎么办？这是我们的一种期待。我们当我们谈乡村的时候，其实乡村和农村是两个概念。我们人人怀揣着一个内心的乡村，这个乡村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一个我们从唐诗宋词，从诗经，从我们山水国画，一代又一代的文人给我们塑造的一种世外桃源。您说的是广义的乡村，不是说狭义的家乡。你说的是农村。自从唐诗宋词之后，这个中国大地上的乡村基本上就已经不存在了，乡村变成我们的一种情怀了。我们一次次的到乡下去，到家乡去，我们回到的是一个农村。我们的家乡在农村，已经不在乡村了。但是乡村文化依然完整的在你的家乡保存着。我们不要认为这个你的家乡被拆了，然后高楼大厦树立起来了，老房子不见了，宗祠也不见了，我们就认为乡村衰败了，乡村文化没有了。这个不对的，文化的主体是人。那个破房子是文物，不是文化，走出来的人才是文化。所以乡村培养的一批又一批的学子，一批又一批从家乡走出的这些
人们，他们是乡村文化的活载体，他们走到哪都会把家乡文化带到哪，都会把家乡的气息带到哪，把他乡活成家乡。住到楼房上去，农民依然是农民，他会按照乡村文化的给他的这些体系去生活，去处理自己的生老病死。一个人有没有乡村文化情怀，第一个看他出生，看他结婚，最后看他怎么去死亡，看怎么处理他的丧事。假如这些都在乡村文化的这种诡异之内，那么这个文化就是存在的。你以为你都不管乡村文化了啊？乡村文化跟你没关系了。但是你结婚的时候，有些礼仪是必须要做的，那就属于乡村化东西啊。拜大人呀，拜家人呀，再一个就是你死亡的时候，有些方式是乡村文化，必须按照它去操办。生死重大事情的这个仪式哈，对，这个方式，这叫诡异。我们对乡村不要太悲观，因为我们的主要这个中国的这个主体文化儒文化，它在乡村中根深蒂固。我回我们的老家河西走廊，我在城市住的时候以为乡村文化整个不存在了，但是回到我的老家一看，那个村子虽然经过新农村建设被规整过了，但是每家仍然是一个四合院。从四合院进去，正门一个照壁，照壁背后是堂屋正堂，空着的，放了一个大案子，有个供桌，上面这个摆着这个祖宗的这个灵位，前面祖宗灵位前面供奉着这个家里面的美食，一般家里面做这个好吃的会端过去先给祖宗供一盘啊，让祖宗先享用。家里面出现有什么事了，不顺利的事了，过去跪到那给祖宗念叨几句，让祖宗保佑，这就心安了。但是我们城市建筑它把这种文化没有延续过来，我们城市人家不管是100平米的人家还是300平米人家，我考察过好多，都没有一间堂屋，我们只有客厅、卧室、储藏室，没有堂屋。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建筑的所有的空间都是为物质服务的，没有意见去盛放精神。书房书房不能算书房不能算是盛放精神。书房是盛放别人精神的对，所谓精神就是你家族的，跟你的精神有关系。你比如你家族的这个名位啊，当然放财神多，对，方财神，还有安鱼缸的多，这些。还有，我就觉得您在书里面，包括您在凿空啊，还有序图里面吧，都会写到麻扎，特别写到村上的墓地啊。然后呢，就您提到那个大家他们对那个墓地的那种敬畏，还有对死亡的这种自然，就那你觉得那个死亡当然是每个人的一个必然的归宿啊。但是他们把那个死亡把墓地看的是自己一个很亲切的邻居，就是说比方说就像刘老师说的啊，祖先祖都在那里，然后这一代一代都会在那里延续，这种状态呢就是使他的是农，就是在里面生活的人，他对死亡抱有一种温暖的心情。这种死亡的观念是您是这是您对死亡的这种看法，还是您总结出来的？这对您的写作和您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影响吗？我们小时候住在村里面，那个家里面的墓地其实就在那个地边上，以前都是有祖坟在这个空地上，现在这个哪有空地啊，家里面的祖坟都安置在自己家地头了。所以种地的时候呢，就是村人种累了吃饭的时候，就要打野食的时候，就会到墓地旁边席地而坐。什么叫打野食？打野食就是你干活干累了，然后坐在野地里面吃点馍馍喝点水叫打野食。还有于是去那个
偷吃了。你到河南去，你会有这种感觉更深，遍地都是坟墓，每家的坟都在自己地里面，都在自己村边，我觉得这种死亡教育对一个人是有益的，它让人感觉这个生和死挨得很近，仿佛是邻居，它让人感觉死亡不远，但是又很遥不可及，即使死了也不会离开村庄，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死亡不是一场远行，它只是搬了个地方，在家园旁边的另外一个住处，而且这个住处跟你家的窗户对望，鸡鸣相闻，三五步就能爬到，所以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墓葬方式啊，就是乡下人这样一种墓葬方式啊，它非常安慰人。我们没有天堂，天堂太远，我们有神仙，但是没天堂，但是我们有故土，有乡土，有乡土，我们天堂在土里面，入土为安，这是我们的乡土。所以一个人经过那样的一个教育，小时候就在坟堆旁边转来转去，视死如归了，他对死亡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恐惧感，视死如归啊，是。还有，我就觉得您笔下的人物吧，他没有小人物，是吧？就是一个农民，他比方说，就像《左空》里面写的，好多老头他们就坐在那个墙边晒太阳啊，早上坐西边的墙边，下午坐东边的墙边晒太阳。可是他们呢，随便说一句话都会让您驻足很久，就好像每一句话都蕴含哲理一样。那个，您在生活中也这么注意去捕捉似乎看似无意义的问题吗？首先我自己的写作理念或者是写作宗教是万物有灵。万物有灵。萨满教的万物有灵，我认为它也应该成为这个所有作家的一种写作信仰。所谓万物有灵，就是人不要妄自尊大的认为自己有灵魂，身边事物皆有灵，你屁股下面凳子是有生命的，是有灵的，你拿的笔是有灵的，你呼吸的空气是有灵的，天上的飞鸟，漂浮的尘土，地下的落叶都是有灵的。文学写作就是通过自己的心灵去跟天地间这些我们认为没有生命没有心灵的这些东西去沟通，去唤醒他们的灵。我们一般人只有心的，不会有灵的，又有心，这个心是灵的才能叫心灵。一个没有灵的心只是一颗肉心。那么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平常人，当我们认为自己有心灵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和其他东西，我们人之外的其他东西获得了一种沟通，这叫心灵。那么只要你认为万物有灵，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大小，因为心灵无大小，一颗蚂蚁的心灵和一个人的心灵是一样大，一颗草的心灵跟一个人的心灵也是一样大。文学考量的是心灵之大，在这种考量下，那么我的文章中所呈现的就是一个没有大小没有高低，万事万物平等，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员，人的地位不会比你家的羊更高，也不会比你家的鸡更高。当你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有心灵的生命去看待的时候，你会尊重它，会把自己的尺度放低，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平等的世界，一个灵光闪闪的世界，所有事物都有灵。我希望呈现的是这样一个文学世界，
我觉得您确实已经呈现了一个这样的文学的世界。作为作家，我觉得刘老师您已经很成功了啊！第一部的那个散文作品就已经获得了那个广大读者的十分的喜爱，然后现在呢，在新疆呢又得了大奖。您的小说《昨空》也得了那个亚洲周刊的年度的十大小说奖。就是您在散文创作呢和这个小说创作上面呢也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和认可哈，包括专业的和作者读者两方面的认可，我觉得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件很值得很值得感到荣耀的事情。谢谢。嗯，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和您理解的成功有，您现在做到的您认为自己成功了吗？或者您认为什么是成功？一个作家的成功，一个人的成功。我觉得一个作家的成功可能就是完整的不一样的表述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情感。这个世界被许许多多的人表述过，被古今中外的作家表述过，但是我来了，我出生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用不一样的方式把这个世界重新感受了一遍，把这种感受呈现给读者，这是一个作家的成功。那么一个人的成功，我觉得一个人能活到80岁就是最大的成功，能活到90岁就更成功了。对于个人来说，无所谓做大事小事，生活辛苦挫折，一切都是小事，活到自己的寿命尽头就是最大的成功。不论质量吗？只论长度吗？生命没有质量，不能用质量考证生命。一个病人的质量比你差吗？只要生命一息尚存，这个生命就是值得尊重的，就不能以这个质量来衡定它。当你衡定一个生命质量的时候，你是拿一个物在跟一个生命在。对，就按您的观点是这样，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和一个创造像河马云比起来，它的质量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嗯。在时间中，所有生命都是被同等对待的。时间对一个生命，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就是看他在时间中生活的长短。他存留了多久？对。谢谢。